需要收费哦。哪里需要收费？门口500，里面只有1000。你的这位置是最好的哦。这边1万。1万。然后再我前面。我还就很那个，就想就。白雪公主。对。白雪公主，要过来过去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好。一起。然后不跟手会上来。轻，然后就手下去就拨这个，然后就开始往下拨，然后就应该我就差不多了，已经差不多了，要记得哦。照片的声音，我第一次轻没有问题。我真的怕我忘记，对，怕你忘记，不知道我忘记。嗯，毕竟也拍了快1年多，我这里面太投入，太投入。来，这边是3、2。我自己下去啊，对，自己下去。那优胜给他先截掉，他会感觉你坐在那边看他下去。我们刚刚沟通半天啊，来，4、3、2，慢起，我示范。后悔就会用，只是后悔，后悔了吧？你应该重新编吧，因为你弄了他，你又不亲，这边不是很奇怪。我记得我很懂过去，我故意压你。他说是这是故意的。那你说你就不挑逗我，你又不亲。哈哈哈哈哈。OK， 故意的，我弄了他又不亲，你看拿我怎么样？然后拉右边，只亲左边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让你料不到。好了。然后，这王浩然根本就是很会啊。绳子在帮我拉。高玩是什么？我高级玩家。亲他，亲他的脸颊，反过去亲。亲他耳朵。嗯，眼睛张开来。啊！真的是空气啊！这才可以吧？那这怎么不好比？乖巧，乖巧，乖巧，对，他是乖巧，乖巧，这边可以，好，动摇不已哦。这边动摇不已啊！你这样来演员情何以堪？你讲啊，当你叫我亲哪，我要亲哪。对，好，对。最后一次他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们132集追到现在，谢谢谢谢，我们终于有位置，真的没有。在这个 moment 再选一次，出戏还是重戏？我如愿以偿。你很酷才重戏。当然是重戏啊！我们一开始，哎，我们还没开拍就问过这个问题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一定也重戏，对啊，谢谢大家，仅此一场啊，各位。